师傅，脚疼，我你讲话来呗，你要讲对，我嘛足疼，你要甲我躲一下无？啊，但是这个身体痛自然的，但我心里没有感受的，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坐久嘛疼，站久嘛肚子里袂疼，但是因为我心里没有感受，心里知道它是一个变化无常，所以咱来压一下好唔好？看肚子压完煞袂喘气，你就讲你超大啊你。啊！你别穿盔甲，现在大家过来念念，你个挖起来全然的新的我，啊，什么感情，什么病拢无去啊？因为念一下，死心才是禅师，爱死爱死，卖个这条是你的啊！无心才是道人，要全然呐、啊，要放下，要布施，好唔好？怎么布施给因？看要吃、要煎、要抬、要挂皮，好高兴的给你，因为这样我。就超越自我，我就消业障。你不要一个自私，卖听卖听啊啊啊！两几天你卖听，我才不爱走，我要让你听死啊！因为你那个才是自私，你要跟他打仗，要给他挂，不是空，本来就无我，全然奉献啊！感谢你，安尼啊啊！你要把他全然的布施，就全然消业障。那金刚丹，好，开始啊！我即马甲你讲，本来的你哦，即马坐你边啊，迄个就是，安尼变查某，迄就是。因為我不是呢，我皮膚比較白，那些黑的像我，你要經濟那些漂亮的才是我，這樣，那你還是在執著你自己，那就沒辦法，你就每天要聽，你還覺得說，別人都變我了，你不要去卡掉，知道一忘了二，知道二忘了三，這個叫無明，無明就是因為你有一個執著，有範圍，所以你就沒辦法達到無限的智慧，你看不到這個。无明，你就是为只爱你的儿子，却去杀一只鸡给你儿子吃，因为你在有限的执着的爱，你就会障碍住，你就不知道他很苦。你杀一只鸡为你儿子，你直接咧抬灵镜较紧，你这一只鸡灵镜在五百岁就归红家红台，你看这劳务斩令无？啊，因为你一个有限的范围，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你要开始练习，你要修大乘佛教，恭维行路。什么代志都要注意，大家在想什么？会因为我的存在对别人有帮助吗？还是因为我的愚痴而伤害到别人？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很注意，因为你讲大乘佛教是要救度众生的人，如果你没有很圆满的智慧，那你讲的东西、你做的东西都会卡卡，都会觉得说、啊、我这么认真怎么没有用？那因为你有一个我执在，所以各位你要多打坐去思维。万法的缘起，种种的微微角角，拢爱圆满，拢爱圆满，而不要一忘了二，二忘了三。所以所谓缘起性空，这个缘起是跟什么样的关系你都了解，但是你又没有一个我啊。你了解跟万事万物的因缘关系都很直接的，但是这里面能够达到一个缘起，是因为无我，能够无我是为了帮助缘起的世间，这两个是。智慧慈悲是一体两面的，绝对的智慧就有绝对的慈悲，绝对的慈悲本体就智慧。那各位天王的公，你真的要把这个用在生活上、修行上，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关系的。所以我一直办活动，我老是给各位讲，为什么办活动？我们在找人才，佛教要找人才，找那个能够同理大众的，找那个能够做大事的人，啊。因为诸佛菩萨都在找人才，因为他才能够，因为他代表空性跟缘起，并不是他的外表漂亮或丑，会有钱没钱，是有他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思想跟行为。那这个思想行为是每个人都具足的，是你懂得用你就找得到，你不懂得用找不到。所以各位要按照经教，不要加入自己的高或低的想法去看佛经。一文解义，三世佛焉，你要用你自己的面子的想法，你去解释佛经，你要完全按照佛经去实修，这个经典变成你的生命而自然流露，所以你做出来的事情呢，那像佛在做事情，
所以利用所有世间法，却不会被世间法卡住，这叫事出世间都圆满，世俗谛圆满，圣义谛圆满。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万法的真体，你可以用世间的东西来圆满一切。这个简单的烟，大家买票，啊，这个点了的冒烟啊，但是你如何把它变成佛的菩提心，超度众生的工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点一支香，捧一杯水，你有法都化为它就是佛的力量。念一下：恶鬼升天，往生净土，三途离苦。看你怎么用心，所以你要学会如何去分析空性、悲心，然后，但是这个仪轨的按照安呢，你只要真专心进入那个境界。简单的说，你即马咧着感情，你即马恁囝甲你将你的钱摕了了，然后互你厝嘛甲你卖掉，你根本气死啊！你要赶快安定，我要修烟供仪轨。这个时候你要放下，你专心的修烟供仪轨，专心的这样观想。等你念完再回来，嗯，我那边听，我那边为了出国给你欢乐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进入佛的思维，佛也加持你，加上你自己的努力，超越对世间法的执着。敲门，做一场慈悲烟供重要还是房子重要？我过梦这边，做烟供重要还是房子重要？两个都重要啊。是烟供比房子还重要了，但是因为我很认真的去做，所以房子就卖出去了，哎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房子他就还给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当你很认真的去做烟供，哎，你别听啊，原来医生的药啊是假的，我那领经忏悔、领经做烟供，我拢没听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就跟人家助念，就是这个，哎，我帮你念佛，我帮你做烟供。师父你不要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念我都不会痛。哎呦，谢谢你告诉我啊，你啊，而且他死了还可以超度，这个就是佛法。就是说当你连面对生死癌症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？哦，就像阿弥这样认真帮我们修仪轨，我们也认真念佛，或念真烟供，或认真点灯。你用这个出世间法的功德就可以超越世间法，然后做完了以后啊，我都不会痛，然后再去医生检查，早上检查还很严重，现在下午检查指数零啊！你是怎样？师父，哎，医生要跟你讲，我替身多嘛，慈悲烟供，八关斋戒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啊，因为我这样一做了以后，我有感应呢。这个就是佛法，不然各位来拜佛要干嘛？拜佛就是你相信呢、啊，远离病苦，消除业障，脱离三途，往生净土。这个就是，所以各位啊，别人修八关斋戒有法度，我修八关斋戒那也不，因为你没有用心，没关系，再努力的用心，再努力的去观修。所以今天来的，那么传各位念一百十八呀，皈依发心，当愿自己所有众生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。你看多感动哇！你好期待得个高魂，要归龙发菩提心，然后呢，化这个甘露，化这些普通的食物。变成无量无边的甘露啊！因为你加入了辨识咒，甘露水真言药师咒，它可以转化，到最后圆满的转化，这个叫一个仪轨。就像他们阿尼现在在帮我们转化，得个归德、出心德、蒙魂、晚清这柱、阿别超度的周身，他们很认真，一直念，就是他们的个性，一直念，就大家拢爱念嘛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安尼啦。所以念了他们就很专心，这个时候呢他们忘了，他们就是很专心，因为在修仪轨，我就是菩提心，我就身口意向佛向本尊，我就一直念一直念啊。对他们来讲就进入那个状态，他们很喜欢这样修啊，他们认为这个才叫修行啊，都要赶来赶去，说那这找来找去不是修行。但是文化不一样，我们汉人是在洞里面修行，他们藏人是在坐里面修行，因为文化不一样，在藏地在山上没有社会关系啊，所以但是我们在洞中里面取静，他们在静中里面发心都没有关系，抓到重点就好了啊，抓到重点就好。所以但是无论如何，我的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做了一个烟供，那各位这个仪轨短短，但是希望你多修几遍，完全融入在这种状态，入陀罗尼门啊，
入陀罗尼门就是讲，你咧念嗡苏巴瓦修的萨瓦达玛苏巴瓦修多行，你完全身口意，不但你所有众生、所有物品的身口意都进入绝对的空性，由绝对的空性化为诸佛菩萨的甘露啊。然后你这个做这个观想，上供下施皆圆满了，有这一数。但是重点是发心啊，你一定要真实的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。那什么叫菩提心？以大悲心为根本，愿成佛。为了成佛，我们要安住在空性。好，大家一起念，那就边加饼干。好，来。祈请十方法界当成就未成就之一切众生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。皈依佛，两足尊，不堕地狱；皈依法，离欲尊，不堕恶鬼；皈依僧，众中尊，不堕畜生。皈依佛，两足尊，不堕地狱；皈依法，离欲尊，不堕恶鬼；皈依僧，众中尊，不堕畜生。皈依佛，两足尊，不堕地狱；皈依法，离欲尊，不堕恶鬼；皈依僧，众中尊，不堕畜生。诸佛正法甚深重，直至菩提我皈依。愿我所修诸功德，为利众生，愿成佛。我不得不再提醒，不要光嘴巴念，而是真心的自己，北部众生、六道众生，完全的融入，直至成佛，永皈依，永不退转，而且真心的要修功德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样样事情都符合六波罗蜜。愿我所修诸功德，真心的布施给众生，为利益众生，愿众生成佛，完全把自己无我的放下。所以各位，真要发心了，念一次就发心了；不想发心，搞不清楚了，念一万次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：“师父，我已经拜佛十万遍了呢，我念什么咒十万遍？”那也能鬼长厚厚，你会投胎去阿拉伯世界哦，因为你没有观修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种清净大悲心跟承担众生苦，念十句阿弥陀佛，那你有 十次的这种誓愿力、承诺力才有用，不要执着那个名字啊。佛法是在内心里面完成，由内心转成嘴巴，转成行动，那希望各位爱爱安尼去念。所以佛教不是要懂得多了，不是说你整部三藏十二部都看完了，而是一句话你能够实用，你就抓到重点了。然后你抓到重点，你就看每一部经，没有一部经不是在讲这个皈依发菩提心的方法，跟实修菩提心的方法。所以对你来讲，每一部经都变很重要了，无有分别的要去看。你不会说我喜欢看这个，不喜欢看那个，啊，佛是用各种善巧方便，那目的呢？归元无恶路，最后就是要让你成佛的。有些人喜欢那个，有些人喜欢那个，有些人喜欢那个，但是有些人是我只喜欢藏传佛教，我只喜欢念严咒，我只喜欢禅宗。如果你有这个分别心态，好可惜啊，这个叫法执，很可惜啊，啊，那你可能入不了门的啊，因为你这个门会越走越窄。所以来念第二遍、第三遍，大家要真实的发心。各位有要做菩萨不？有要奉献自己不？明仔莫上班好唔好？就来做菩萨。结果恁头家个咧成薪水，你离开刚来公司加赚一百万，你去几工才回来？啊，你去把，你想来，你去离开我来赚钱。我以前就是，我以前在一家公几家公司上班，我一去就发财，我一去就发财，我要走老板就哭啊。因为我才知道说，哦，福报可以改变世界啊！啊，我们努力的去修福报，就可以改变世界啊！特别我懂了佛法了，我更要如此。比如说他们要卖卫浴设备，我慢慢懂了，我就说，我立刻有的希望老板赚钱哦，每一个洗卫浴设备都不会跌倒哦，出来的水都干净哦。你那个修，奇怪，人都要买你的啊，他不二价的都要跟你买，因为你已经。对他慈悲了，你不需要去讲你有多便宜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你已经在
帮助他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要